想要进吗？但是两边都是在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里一技能没有中，这个是 Scott 的一技能并没有中，双方互换了一套血量，想要升二带过来打吗？但是这个时候红是肯定要掉的，而且熊打完F6会过来找你，小雷岩差几个小的，十个小的，还差一个还能升二。最后小雷岩升不到二，好难受啊！这个 F6 被拉回来了，杰杰也是懂的。Q 波直接有没有烟雾弹打断？大招打断，大招打断，他知道了。Q 波应该是有点难走。Q 接仇煞，看一下仇煞不着急交，反击风暴挡了狗熊的 Q， 玩得很细。但是这边一个生人勿近闪，没过了。而且这个车很诱惑他，他补了车再回头，感觉有点来不及了。来看一下没有闪现的 Q 波能不能逃出升天啊？甚至杰杰都没来 ，Scott 在这边先看一个反击风暴，直接生人勿近打出恐惧，但两个人伤害不太够。Scott 觉得这个红拿了也不是坏事，而且也是能做到。虽然没闪的，闪现排云接一个落雷，还有一个大招，大招顶掉了立场的控制之后，配合上一个威古斯的伤害，最后寒金拨云加一个平 A 拿到这个人头，但上面圣枪哥出事了。哦，乐言舒服了，补一大口，这波刷下去应该还行，但是这个蓝应该还是要给维克托的感觉，闪现赢。这波圣枪哥其实是比较贪的，他有点想再推再上来继续安排这个贾克斯，趁你别要你别 Q 宝，块宝跳上来了，块宝被烟雾弹了，块宝被拦成了，块宝被拍住了，块宝是不是要倒了？这个位置下一个摸眼跳闪落雷的位置预判短了一点点，块宝这波走了，圣枪哥 ARE 伤害不够，对，因为就要看 Mako 了呀，这位置你敢过来 Mako 直接开游戏就结束了，你看这个时候直接开了就对，之前那个方帕子朱茵币那个位置不就是拐个弯吗？嗯，跳上来了，杰杰就在边上，这个位置杰杰还在等，看有没有更多的人，没有了，那就你一个直接上了，块宝这个位置能走吗？南下大招已经打了一波伤害，这个 Q 技能什么时候好？但是自己哎，这中塔肯定会掉。威古斯这个英雄确实不太好拖，一看是个万豪，硬要吃吗？算了吧。还要来吗？真要刷上来 ，Mako 有 W 了 ，W 打完直接把雷克赛抱回来了，被 Wiper 给收掉了。哎 boy 交一个闪，被熊盖到脸上，回身再交一个猎手本能，南枪大招之后配合一个闪现狂风 Wiper 打的一个双杀，泰坦只能选掉了。还有回流身法，嗯，再来看一下，我感觉没必要这么急啊，哎，对吧？嗯、你现在尬找机会，不就等于给对方机会吗？主要乐言好急。我能理解吧，玩个雷克赛完成这样是好题，就你再不做事你也知道跟自己这把都没什么关系了。艾博这边也没办法，这边直接被闪现狂风野区又要打起来了吗？闪现吸吸了两个邦邦两拳打上去，再一个蓄意轰拳 Strive 用一个立场把这个位置封住，仇杀来了，好，三位英雄全都发起来打团，我觉得 EDG 不太给你这种机会吧。预言家勾墙南墙过来了，打了预言家一个闪之后 ，Cube 跳闪一个反击风暴，也打了弗兰朵一个闪 ，Cube 这边上头了，他这个要上来，这要上的吗 ？Cube， 但是 Cube 能走，不过真的能走吗？一个 W 被预言家给挡住了，选择包下面的块宝在草里，这个位置感觉 TP 有点来不及了，操的找错了草，被块宝给溜掉了。光天化日之下眼皮子底下溜掉了，他有点想拆块宝在草里 TP 之类的，正面熊闪现开高的一个闪现也直接把最肥的秒了，自己还一个秒秒，正面熊再开上去把那个赛也给击杀了，而且没有装备的贾克斯进去仿佛一张白纸直接被融化，还是接不了呀，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波还是巨想接，这波贾克斯没被抓到其实都可以溜了，而且真的巨想接，我觉得这波要不就直接带中路去推一下中塔都行，中路打点血量都可以，这波就是硬接然后忽然没了，那这感觉打下来了呀，这把晴空直接要把这一箭打三箭，威古斯去带中路线了，上路的兵线防御塔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血量，眼看要被点掉了，块宝回到正面南枪直接踢上面的兵线，选择一勾勾到了 Mako 反身吸回预言家，预言家开始很秒秒之后 iBoy 的虚构总机打空掉了，预言家直接临死前放出圣海出击，但却效果寥寥，直接被 Scott 的仇煞也已经赚好了，中路的兵线其实狗熊可以直接盖的，哎 iBoy 这边带了一下，他什么技能都没放出来，双刀聚在直接阵亡，再打过来这边大乐言，乐言直接抽出一个闪现把身位给拉开，斯高乐言开出了一个金身 Strive， 这边把所有技能全部交了出来，但这个金身加秒表让斯高的拖到自己，能够让队友接自己出来，点燃哎点死了，终于是拿到了 Mako 的人头，本场的第二个人头，我一直在看这个点燃有 TP 绕后，这个 TP 来自于双 TP 的 Cube 和 StriveCube 开出一个反击风暴想找杰杰，但杰杰没有给跳斩的机会，反而是四轮驱动往上面跑，而草里的 Scott 心说兄弟我管不了你，我先溜了，你自己看着办，
你的演技你做主，再过一会儿闪现就好了，看一下有多久有闪现，几秒钟能走吗？没有机会，就几秒钟闪现，而且拿了这个头，我看一下这波闪现差几秒，13秒12秒，但结界确实应该是不会交的，对，我感觉真的好像都不会交，就这个熊现在有闪现，对面强行上，熊要不要盖大，直接盖吧，熊这边走上来防御塔直接被 A 掉了，甚至没有办法背靠防御塔了，正面 I boy 直接被南下大招不可能残血，又是闪现狂风一生之敌，这一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人头，没有西段疏通航道，但是下路的水晶也被破掉了，三路被破的情况下 EDG 准备高歌猛进，直接尝试一波，上路有两个超级兵，中路也有一个超级兵，下路这波兵线马上也要过来，稍微等一下 Viper 是有一个红 buff 可以回血的，弗兰朵也有一个星石可以回血，背口这波只要闪现进去就可以了，仇杀中了，直接进去，熊一下盖掉了两个高地防御塔，再一个闪现拍，直接拍到了泰坦上，金克斯拿到了一个无人能挡，左边金克斯触发了自己一个致命节奏跟罪恶扩感，不可能在 ACD 防御塔，再一个仇杀进去，再一个生人勿近，再配合上一个一技能把 Strive 拉出来了，水泉外面的 Cube 和 Strive 也只能隐恨倒在自己的家门口，这样我们恭喜 EDG。